是帮你补充清楚当时的历史脉络。我知道，我讲话都非常和缓，陈述这些历史。你不要急，怕您忘记了。头发没有没关系，但是头脑的记忆不能没有。我一点都没有忘记。从当天发生事情的之前，我不认识罗福柱委员，我认识罗福柱委员是他当了立法委员之后。这点请你务必听清楚。好，所以国瑜兄，你的意思是当时罗福柱率了上千帮众去声援你，其实你是不认识他的。所有外面的这些，也有中南部农民来的，也有台北市的集结，也有荣民的子弟等等，几千人。好，所以你那时候不认识罗福柱吗？真的不认识吗？那个之前，徐嘉欣副秘书长，不要急，听我说，不要急。从那天之前，你不敢回答吗？认识罗福柱委员，认识罗福柱就叫做是黑道。没有，没有人说他是黑道，那我也认识罗福柱，所以我也是黑道喽。我说黑道的好朋友，人陪同去投案就是黑道。那过去这十四年，我也带过很多人陪同去投案，所以我也是黑道。如果在立法院打架就是黑道，那我认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是黑道。这是什么逻辑呢？讲一个逻辑出来，不要在这里逻辑上。